人知道吗？大师哥，你还在吗？还是你重建家园了？因为他被消除记忆了，他也没有办法告诉他 A2 的事情了。孩子们的核心。机械生物的头，大师卡凭借着自己的记忆又回来了吧？真的嗨！群善良的人就这么死。啊，你我资源回收单位，原来你就是资源回收单位啊！恶意满满的游戏。その大型ユニット。皇帝、巨大構造物に対し何かを喪失している。霧が。報告。敵大型ユニットからの大量の蒸気発生を確認。蒸気一体何のために何のためにこんにちは限界水ユニットです。防衛体制に入ります。防衛体制为什么会出现防衛体制？停止森林资源回收的文字なんて書いてあるんだ。天使文字と呼ばれる旧時代の特殊文字。肉の箱という文章。なんだそれ。肉之箱杀小，好恶心哦！要被回收了。我为什么要被回收？我也是肉吗？他们升降梯就长得跟我一样啊。会。这里可不可以做一点高级一点的电梯呢？この建物全体、内部まで機械でできてるのか。報告。機械の機能とは関係ない無意味な部品を多数確認。そうした部品が使用されている理由は不明。奴らのやることに意味なんてない。这都是在飞。
太危险了。以为这是斗技场呢。骑士们都被回收了，有没有东西啊？那太危险，飞太远。看到粉红蝴蝶前那种惊叫气氛都没了，别这样说，我是在吊唁妹妹，好不好？虽然九月十知道妹妹，应该也知道了。斗技场吧，还什么回收？妈的，骗人！宵夜吃什么？有点饿。麦当劳欢乐送，哎呀，哎呀，哎呀，我差点就死去了。怪都没有，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太奇怪了吧。
江。咕噜西。脚打不完。无法取得更多凹陷金属板，它还是99个了。你干，可以打出去。呼噜吸。凹陷金属板吧，陷金属板满啦。这里都没有东西，就是一直打打打打打。エネルギー収束、近接射撃モード、最大出力、9S、発射、発射。森林地带，通行钥匙。很痛苦吗？怎么？原来是挑衅。原来是破坏一座资源回收单位的核心。那是他取得机械生物的通行认证钥匙，但他心理状态恶化的情况令人担忧，尤其必须避免和 A2 接触。了解，这边也会注意避免和 9S 接触。因为伊达正中刚出嘛。警告 9S のバイタルに異変を感知、推奨早急なデータオーバーホール。他の大型ユニットの位置を検索。さっさと認証キーを集めて塔を破壊しないと。警告、バイタルに異変を抱えたままの戦闘継続は危険。いいから検索しろ。アクセス可能な位置に稼働中の敵大型ユニットを確認。
マップにユニットの場所をマーク。原来沉默都市跟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啦。走错路，阿斯卡，然后是这个小孩，这个家里都还活着吗？不能破他们呢、啊。戒指扣证。我刚刚可以直接过去、啊嗯、去看有没有强化，看有没有可以强化的武器。变得有点黑啊，不然就这样，应该是好亮。有没有想要研磨的武具吗？小齿。没有小齿，冬田炸药，线的插座，干！既然他还要继续凹线的插座，妈的！他扁的魔帽，这个填充 N 是什么啊？风子翼它是最稳定的、欸。插座有点不够用，
头全套。珍珠好，那没什么地方可以拿，要凹陷插。哼，那线圈到底在哪？怎么会没有啊？哎，那是一开始的东西。孩子们的核心，那就觉得 coding Hello， 好啊，还要定期卖一下晶片，要不然容易满。没打多少就要买一次。掉落率 up， 哇，好像可以拿来弄东西的时候，蛮好的耶。掉落率，好用。好好珍惜，好看。今天刚买已经失落感重，为什么会失落感？但是满满的，用推的应该比较快。但是满满的成就感才对啊！还是你对于不能看到二 B 的 PP 感觉很痛苦？可以时不时就打开它，看看我们二 B， 是不是喜欢周瑜？你说我吗？是啊，我看成周子瑜吓我一跳，想说我应该是没有喜欢周子瑜才对。孩子晚安 ，Hello， 故事太难过了，也是，我看到帕斯卡那边，我真的觉得有点难过。亡灵那边有东西耶，看看好了。哪尼？盯我！干嘛一直推我啊？把推去哪里？哎、欸！有东西还是？应该是后面。
后面，对，后面才对。需要钥匙开后面的门。我们都是上帝人造人。哎，你好，继业部队员，你是继业体，竟然活下来了。嗯，我是9S。我之前有听过这名称，应该是被称为奈兹的机种吧？对。亏你能幸存，多谢谢谢追随，感谢。亏你能幸存啊！我是4S，自号形式初期投入作战的机种吧？想不到还能遇见扫描型机种。尤其在地堡发生那种事之后，你在这里做什么？收集敌人的相关情报啊！但基业部队员全军覆没，但抵抗军仍有人幸存。趁这具身体还能动弹，我想尽份心力。如果敌方的个体情报可以告诉我吗？毕竟独自收集情报还是有极限的。没问题，我把现有资料传给你。情报收集部队，已交出敌人资料。这样啊，你对我收到资料后，发现最近的机械门的确开始出现个体差异，个体差异似乎因地而异，应该是受到环境影响。真奇妙，他们明明是机械啊！必须给你一份谢礼，收下这个吧。钛合金不需要了，我很多钛合金。对了，我也可以跟其他人一样称呼你为奈兹吗？没问题，因为会那样称呼的人已经不在了。这样啊，抱歉，问到了伤心事，太难过了吧？会遇到新敌人，希望能把情报告诉我，就是叫我去杀新的敌人是吗？什么？卡住！我怎么回不去？到底跑哪里是对的？对，什么时候有尸体的？我很无聊的逛过啊，我怎么变多了？看，打错地方了。算了吧，我这边的一年，我
不行。再嗨一次。人造人死在那地方根本捡不到还不死啊！原来上面还有一只啊！为什么一直有葡萄糖射下来？丁德罗酸，好像这个东西好像很少。城里长蘑菇，是咩？霸气！怎么想要跟我打呢？他怎么没有发现我啊？好蠢哦！爆破！把这个王国滚出去！很激动哦！我觉得我应该杀了不少，我还有机械存活呢。你好啊，伙计！大家都很喜欢跟一只打招呼哎。地下空洞。
是外星人那边了，想起来了。凹陷插座啊，这大张。こんにちは。資源回収ユニットです。防衛体制に入ります。资源回收单位，上次已经提过了，好不好？不用再来一次了。过去了，那好自为之啊！また何か書いてあるな。じゃじゃーん。One page down。谢谢这谁？他刚刚说啥笑？这有信义技能啊！哦，一直找不到这台，你可能看太多台了。在这里乱跳，等一下会不会无直接往下追，追到最后一楼，吓都吓死！就跟德纳德一样，变肉酱。这里有比较明亮，好像差不多。必有敌人，好难，我要认真。这关全都是小游戏，真的假的？我应该不能要直接冲进去，不能让他。太慢进去了，不用不用，回复要求。拜托，什么人啊？我还要靠，我还要靠自动，笑死人啦！先把这个碍眼的东西。
门，但不用自动啊。完成多少，然后他送你的东西哦。等一下，我在哪里？瞬间找不到自己在哪里。干，竟然碰到了。瞬间找不到自己在哪里。哎，屌！这里有。是不是我有些东西没达成啊？感觉这里少了1到2个宝箱哎。太好胜了吧。好像没限我死。慢慢打。你会选上面那个走。强壮爱拳，一矿，好开始。真的，我超会，我一直按错。想说这里有没有东西？一个陷阱，我就是一定要先走死路的人。怎样？干！那一次的机会了，干死！再一次，来！我知道左边不用去了。好嘞，到了吗？
干，这什么电流狙击棒啊！啊！电流狙击棒啊！安全的 啊！看我电流狙击棒不太行啊，我手抖啊。哪招啊？那我就手抖呗。你想说怎样？怎么了？还是这边比较安全吧。我贴着墙打，怎样？都不信，都不信。啊！没有安全地带。左手有点问题，不好意思。左手就老粗啊。这样不会碰到，也真好。啊，干！你老兄嘞！啊！欸，这电流狙击棒真的很不友善欸。而且这墙壁可不可以打快一点？有点拖台前啊。而且那个真的很机车。重点是那个有防护罩的真的很合。我一直自己去撞，好烦。看，我这时候就碰到，我觉得我可以重来。快速的移到他后面，干，我已经慢慢来了。残妈的，欺负我的左手欸！这盖电流狙击棒就算了，还给我前面有盔甲的，最贱的那一种。我打死你了吧！打死一只了，到干嘛？我成功了，我成功了。哇，一万元。port 062423塔之系统概要，本塔是以发射装置为中心，将资源回收单位传来的所有资源进行处理以及情报化的设施。
二五六阶的结构体可以在27分30秒、32秒内过滤。并压缩情报着度2300以下的情报物资，在进入至发射体内。关于分解消化人造人入境会详细记载在其他文件。多样性学习容错率为7.21%。你也不看我失败几次。発射台なんだ。哇！この施設、宇宙に向けて。まさか月面の人類サーバーを狙った大砲。情報不足のため否定も肯定も不可能。くそ。有其他东西啊？等一下，看有没有遗漏的。エレベーターの制御がすべてアンロック。提案。次のエリアの調査。要上去吗？有东西吗？有东西吗？那我飞上来干嘛？没东西，造一个混淆视听啊！不需要买大部分奖杯，真的假的？この階のブロック装置は三箇所。分かってる。全部ハッキングすればいいんだ。靠嘞！直冲阿小，哇，骗人的！电脑这样不会害的人就不能三周不通关嘞，好可怜哦。会害的人是要怎么玩这个游戏？还敢？干！三小三连炮，
我。而且三周目真的超贱，他只给你三条命。妈的！到底是干嘛用的？这任何东西，这个有意义吗？我直接被雷影电了。把他全部打爆，他等下没有逃脱路线。这里充满了子弹，我这把电刀，他妈的！载明继业计划之最终工程，本资料设成机密等级 SS， 严禁开放地堡司令官在内的所有继业相关人员啊，连司令官都不能看。黑核继业机体搭载称为黑核的组件，此物沿用机械生物的核心，因此继业机体与机械生物可说是具有相同的意识构造。由于在终将废除人造人士兵器上搭载普通 AI， 被认为是极不人道的做法，故采用黑核。此外，由于适合黑核失控，也有数架敌对的地业机器。ヨルハ部隊のブラックボックス回路が機械生命体のコアでできてる。そんなバカな。バカ。そんなことあるはずない。少年，你太天真了。